有请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商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《复仇使者：蝙蝠侠》。可是呢，复仇使者前面必须得先被打爆，不然的话何来的仇恨，无冤无仇。所以呢，就来看我们前期怎么被打爆吧。首先呢，如果你喜欢蝙蝠侠，喜欢影片点个赞，还没订阅好的订阅打个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影片更新。哦，我找到仇恨的理由了，前期竟然来反我们了耶！那敌方已经得罪了我们。敌方的克里希，待会我们找他复仇。那会找克里希复仇呢，并不是他真的跟我们有仇，而是呢其他跟我们打不过呀。我们好像打不太过飞雷啊、奇尔呀，一个也无敌，一个很坦，还会回血。可是呢，克里希跟太阳比较理想一点，这两真的比较脆皮，所以啊，我们就随便找一个脆皮的来复仇好了，当一个聪明的复仇使者。安奈特的话呢，也不太打得赢哦。毕竟他一个大招呢就被我们弹走了，还可以弹两次。哎呀，抓到这个烂蛋克里希，天哪，我们的伤害也太低了吧，一整套下来他竟然没有死掉。这是蝙蝠侠前面稍微弱一点的地方，结果呢被飞了一套直接带走。我们的魔方鞋应该还没买出来，没有韧性的话呢比较糟糕一点了。这场地方还挺空的，而且呢还有很多魔攻，所以呢穿魔方鞋比较好。如果对面没什么控制啊，没什么魔攻啊，那你可以买跑速鞋。蝙蝠侠呢，大概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弱的时候，刚上四等会抢一下下，可是这时候我们大招冷却好长啊。像这样子呢，我们用过大招就会进入35秒的空窗期，带风箱比较难一点。如果你很想玩蝙蝠侠呢，你玩辅助的话胜率会比较高啊，毕竟呢辅助比较好度过。打野的话呢，大家在这时候带风箱的核心期，可是我们却得乖乖的发育，不然呢就要等有大招的时候才能尝试做事情，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呢就要等下一波了。所以呢，难得有机会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可以开大的机会啊。这边感觉打不太过了呀，判断敌方呢待会吃完就会回家了，但是我发现一个讯息，敌方的企鹅在吃龙。还没进入眼镜范围，一进入呢就要马上开招了呀！一起二三同时放，秒敌方的奇尔。但是我们今天进入空窗期了，没法打了。被敌方的安奈特弹下呢，被克里希击杀。那像这一场呢，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的场次，队友看到我在干嘛就会主动来配合。可是呢，如果队友不会配合的话，我们就要主动发信号，发请求集合。说不定呢，我发信号发勤一点，队友就会过来。打下来呢，目前好像我们稍微的弱势一点了。那也好，我们终于前期被打爆了，被打爆呢就可以复仇。毕竟呢，电影主题就是复仇使者嘛，我们也相当期待这个电影。基本上啊，旧版的蝙蝠侠我们都有看了，从小时候的，到后来的克里斯丁，到后来的正义联盟，这位最新的呢是暮光之城的男主角。这位救星蝙蝠侠呢，跟以往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相当的暴力，暴力十足哟，要给敌方灌输恐惧。刚好呢，这也是我们蝙蝠侠打野该做的事情，给敌方后排灌输恐惧，让他们知道呢，只要他们稍微不小心的走位，就会被我们一套带走。如果这样子呢，敌方因而蹩手蹩脚的，我们反而可以降低敌方的输出。诀窍就是给敌方灌输恐惧。你要敌方怕你呢，首先你要很会抓后排啊。这边二三同时放，关键就在于这里了，在他们头上亮出眼镜的时候呢，没有反应时间，二三呢马上就飞出去。如果你连招连太慢的话，敌方看到头上的眼镜呢早就飞走了呀。还有我们被动呢，朝敌方跑的时候有跑时加成，受敌方的辅助，我们很努力在追啊，比数在7比8，夸克呢干得不错呀，
已经很常选了，还够了地方可以洗。8:8追平。飞泪，等他转过圈圈之后呢，就一套把他带走。有没有注意到呢？波真厉害的地方，我们买出波真的小剑装之后呢，伤害就够杀人了。原本呢是一套下去，连克里希都打不了。可是已经打得很长很长了呀。刚刚的血量呢，如果都有补一点伤害，应该是可以带走的。所以蝙蝠侠伤害呢，勉强来说是足够的。只不过呢，前中期的大招冷却稍微长了点。可是到了后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后期大招可以一直开。这波我的莉莉安好像他误会了呀，我们要蹲的是奇尔呀，我们是在等奇尔呢吃那个旁边的小野怪。可是没关系啊，身为正义的使者蝙蝠侠是不会跟队友追焦的，就算被闪灯又怎样。目前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复仇使者，我们跟队友无怨无仇，就像蝙蝠侠呢常常拯救了世界拯救了城市，还是会被当地人民辱骂吧，说他呢是小偷呀、罪犯呀、蒙面的坏人等等之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既然玩蝙蝠侠就好好的扮演蝙蝠侠，不要跟队友一般见识。过来吃个龙，就我们自己一个人了。哦，我还有点哦，蝙蝠侠是很有钱的，既然我们人设是很有钱的，就要好好赚钱了。赚钱不一定要找野怪哦，找克里希也可以，带走，复仇成功。哎呦，如果刚刚夸克把菲利勾过来呢，我还真的头痛呀。哎，蝙蝠侠还有虚张力，你看我们的水量回的多开心。有蓝 buff 呢，就不太需要回降。虚张力呢，它可以其他打野，这挺好的，比起其他的打野。看我们血量回满了，哎呦，拒绝死亡的小贝儿，我们盯着这个号呀，绕一绕路呢，不要让他冒眼睛啊，头上不冒眼睛都有机会，机会来了，一脚踹到地方，两位英雄，嗨呀倒了，安奈特也别想跑了，一并带走。如果你不知道呢，安奈特即将被重置哟，详情的话呢，可以到YouTube 搜寻3N空一个安奈特。哎呦，这个野怪依然不死呀，他到底怎么回事，常常缩血，难道是一个开外挂的野怪？才刚开大招，可是看到有蓝在，当然先把他吃了。蝙蝠侠大招呢被改了几次呀，最新的呢应该是有不可选中的，在我们飞的期间。只不过呢，大招我们通常用来开战了，比较少用来反修敌方，除非我们大招冷却真的是超级快那一种。目前的状况呢，我们就是要等奇尔来吃冰，像这样子，基本上带走。但我们还是受了点伤哦，我们又买魔方石，又买冰袍，还是挺疼的。如果他一整套完整的技能呢，应该是可以秒掉我们的呀。就是呢，二一大招一起开，期间呢多砸点普攻，说不定他可以打一到两个普攻，那伤害就会有差。盯后面的后排，一样踹到地方，法师跟射手，法师已经秒了，剩下射手跟奇尔，直接点塔呢，直接点珠宝应该是可以结束游戏的，我们需要输入来点塔呀。那就是高手输跟一般输的差别，你要区分呢狙击跟普攻的实际，没有别的意思哦，只不过很常遇到输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是常态。敌方应该一直都知道我在哪里哦，抓到奇尔给他一套，就珠宝摧毁结束游戏。以上是我们带来复仇使者蝙蝠侠实战，喜欢影片的不要点按赞订阅打开铃铛。那我是3N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